请先开《十善业道经》第十五面经文第二行看起，经文第二行看起。顶庄严故，人生难会，参亏勤安。 这是说明，从摄生入道，落实在欲多的第五，禅定波罗蜜，伊所得到的殊胜功德利益。 首先，每一条对不杀生、不投盗、一滴不贪、不亲不欺，加相定相应。对以上能读给经文。 一定会当体会到，亲像华严里所讲的啊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切，随念一法，八万四千法门，一条拢未漏。你甲看每一法内面，拢完完具著一切法。 这是菩萨行啊！我转头来过来看，能欢呼。我发那亲像传播，拢太急了，没办法，像佛菩萨同款，任何一法啊，一切法拢密切。 紧紧的用合作起来，这是性德啊，诸圣本固啊，本来如此啊。欲多内面山顶，就是咱现在所讲的，拥有自在。 决定不为外境作动，这个、人修行功夫就会得力，才、这、会、个、有成就。古早时阵，社会风气淳朴，人心善良。换一句话讲，我改。 诶，会有迄个机会比较较少。现在伫即个不合时期，人心不善啊，有意无意总想欲去影响别人，往往但家己无真心。 信心就动摇咯。所以这是咱按怎努力修行，拢未当成就。要按怎修行呢？会当快速保证成就。 我想，这是在每节当下，当需求的件事。这桩代志，并不是梦想，或是梦中有求必应，确实。 会当求着，诸佛如来大慈大悲，是何人精进法门，满足咱即个需求，希望在一生当中快速的圆满无上菩提。 怎么样低调呢？关键的因素就是三柱牛性,性、外形性、性、外形内面尤其重要的是信心。那去哪里心修建立信心？ 对阿弥陀佛相信，对种种经论相信，是毋是他成就未必啦、啊？为什么？你的心不定啊！你的心也会互社会一切人事物影响。 你是为咱成就，这是咱菩提道上最严重诶一个障碍啊！魔障啊！互你丧失信心。 信心丧失了，原力就脆弱了。所以，常常介受其他法门，常常去走其他道场。 你叫做乱收杂进呐，没哪会成就呢？咱家看這一出世间有成就的人，你只要仔细去观察，伊为什么成就？信心，伊个信心愈坚定，信心愈不动摇，愈未受外界影响。 这人成就就越大，决定甲信心成正比嘞。那么下昏，或是世处世间第一定大师啊！你无超过一切人的信心，你哪来成就？ 即系大事难啊，太难太难咯，非常唔容易建立，所以总爱到咱念佛，总爱咱往生，总爱咱修好。 连世间小小福报，拢可以障碍着。咱举一个真简单的例来讲，救这一切苦难众生，这是福报啊，好事啊！ 这救灾财物是唔是会予中间的人？这一般讲嘅，予因 take 咯，真正灾民跌袂掉。 是毋是有这款情形？有啊，所以看着即情形，救灾的代志都无去做咯。下、啊、富人心内想：我提灾要救灾，何解中间诶人被杀咯？这敢毋是我提供机会叫人去做做恶业咧？ 所以，愈想愈毋敢发心啊，连即个修福的机会，拢拢断掉。这种人自以为聪明啊，自以为做诶是正确诶，你活在经典上安怎教咱呢？ 甲伊的想法无共款，林岩金讲呀，我以完成万万功德，唔通讲是你，提财要去救济别人，你动了这念头，你功德就万万了。你是真心，你诚意啊，个人有个人的因果啊。 个人有个人的福德因缘，绝对袂用咧因恶获失啊。这是大错、特错啊！世间话，尤其生活伫即个时代，圣贤人的教诲完全无咯。 众生作恶非常普遍啊，会用你因为众生作恶，咱就不行善啊。咱就不帮助别人，安尼咱将来前途真可怕，唔向上升啊，是向下坠落啊。 我修我的福，伊做伊的业，果然有个人的果报啊。比如早年呢，我在台北伯洪星，還有一摆我邀请道安法师到阵，伊老大人真欢喜，带领阮到阵去。 阮伫上有红星，下有迄边有人掠鱼。我同初看着了用老黑熊报告，没安怎？老黑熊讲叫红啊，那红星是受咱的福啊，伊掠鱼是罪业啊。我并不是在遮红了意一伊掠，毋是啊。 那放心的时阵，有先也无想到讲伊伫遐掠鱼啊。个人做个人的业啊，个人受个人的报啊，这就对咯。未用你看到即个河内面、即湖内面有人在掠鱼，伫遮未用放心，将咱一点啊善念、善行拢送掉咯。 这世人做事无定力，会受外界环境影响啊。有定力诶人，你甲看前面，前面好讲诶迄句话，迄是种纲领。菩萨丢牙，想念善法。 思维显化，观察显化，也是总算啦、啊，总纲领啊。你相信无？如果六着总纲领，世间往不有恶无？无啊。诸佛菩萨只看着仙的一面无将众生恶扛伫家己的心上。 孙先无恶啊，那无办法修啊。那念念要有，这人作业，迄人不如法，不养何分？不善夹杂，但夹杂太侪太侪不善啊，家业不善，毋知影。 这叫无名啊！无名烦恼，啊。将外面所有的不善拢总集合起来，放伫家己心内面。有时咱的善念少啊，不善念多啊，不善念是大把多才有过了善念，那要安怎成就呢？ 没安怎样行？念佛，这念佛就是我军五力、信、净、念、定、慧、惭愧。 新两个先心术啊，惨是咱中国人常讲的用心啊，王阳明讲的良知。 亏是对外面大众，残是对得起家己良心；亏是对得起社会大众。这是善心所，平安是自在。 信心,心放下了，烦恼的动担。你伫日常生活当中，无论是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自在、快乐、充满智慧，这是给。 佛菩萨生活，我定未为外面环境所动摇。呀，现在有一款动修，想要伫中国大陆做一点仔好事，心情好啊！ 佫啥人帮助你做？家己佫无时间，也未通你去。尤其是迄边边远、落后、贫困诶地区，技术林、李木源技术，我自备心啊，一起。 咱伫今年五月，新加坡高大宗教访问中国，咱去到四川、重庆、成都即边，接近边均诶地区，咱发现。 退即个地区起一百间小学，这是好代志啊！迄边起个小学，偏远农村诶地区，只需要人民币十几万。 生活真正艰苦啊！一摆你技术来甲我讲，学生无鞋通穿啊，拢是脱只骹老师一个月台务只有人民币七十块啊！你就会想着因的生活艰苦啊！一家人只有一领被呀，你无敢去参观 流目屎啊！伊讲伊是真无容易流目屎啊，几个所在无办法啊。你继续去做啊。可是有一款人讲，你无愿去会做啊，袂啊？咱提钱给伊，伊是毋是家己藏诶落地啊内底啊？ 尤其是你做川讲遮久收遮侪钱，咱像连消息都拢无啊！逐家都有技术林做遮善事，信心，渐渐的衰退啊！即种年代。 赞叹别人做好事诶人无多啊，障爱别人做好事诶人真多啊。有人真侪人来甲我讲，讲个好啊，你无按靠得足靠不住，你靠会足未？你也、啊、不如伊啊。 但为我对伊也是有信心嘛，这么侪钱摕互哩，恐惊你比你无完变更较紧啊。咱所讲是见钱眼开啊，即摆你技术伫迄边翕一款相片。 地来互我看，落实了五个小学，两个中学，所以咱接收贫困地区诶申请，嗯，接收到最后一定爱到迄边实际去看，所以汝技术爱去看，看确实，是一个事实，咱钱就省开啦。 来对相当困难啊，送去了后，你建造、建造一般时阵，你无缘也会去看一摆；落成时阵，过去看一摆。即拢是义务。 往回去中国，即、这个路费是较具体啊，毋是对即个钱内面扣的啊。你无愿做，未放心；你去做，别人敢会放心。所以决定毋通因为外面即个用阿威。 咱诶信心就动摇咯，甚至有信心就丧失咯，这是毫无定力？这就是小世间小仙未当成就，何妨学佛？由此咱知影。 不发的成就，还有坚定的信心，毫不动摇，对一切人拢有信心。你做恶业，我对你也是有信心。我托付你，在财物互你去救济。 即系善巧诶人，你全部该吞落去，我对你要有信心。要安怎讲呢？因果未错诶啊！你现前将这债务吞落去啊，将来你也是爱害众生诶，一饮一毒，侬走未去啊？ 欠命诶，著系害命，欠钱诶，著系害钱啊！因果通三世啊！你若是明白即道理，你信心就圆满了，就固足了。你骗我，我会互你，为什么？内生会坏啊！这一生不坏，内生会坏啊！ 内生无害，后世拄着也是爱害啊，绝对袂吃亏啊。所以，知影即个大道理，对于一切人信心固照咯，也未顾再有丝毫怀疑，专心专力去修仙，去行仙。 成就家己，圆满诶善心，圆满诶善行，真正亲像佛所讲诶，令诸善法念念圆满啊！善法就未当成就，拢是无定力。 所以这疑是菩萨大烦恼，贪嗔痴慢下面就是疑啊。这疑特别是对贤地性，对贤地若是有疑邪，就有疑心，都要全部毁掉。这损害是相当的。 我亲眷，我往年亲眷李边那老技师，亲眷张家大师。无论什么人对我面前对老师批评，我什么太多嘞，我立刻就退缩就离开，我无爱听，我也未改反驳，我决定保持对老师的信心。 遵守老师诶教法，这才有成就啊！批评诶人，无一定是真公道啊，有真侪造谣成书啊，有真侪无根诶谣言，那无智慧啊，未当辨别啦、啊。 避开就好了。决定不改争论啦。咱要有一点啊智慧，像老师所讲诶，所教诶，是正确诶。决定毋是邪道，依教奉行，一定得到好处。好，今仔时间到了。 嗯，那就讲下这的好。